清潔最重要啦，即係話就話啦，唔知整嘅，但係一定要整乾淨啦。同埋如果清潔完之後，咁最好查翻啲嘢，咁可以保護一下啦。咁人人都想即係睇落去清爽啲啊，或者精神啲啊咁咯。我個人喜歡一啲即係可以多用途啲嘅，一個搞唔曬咁嗰啲啦。最近我試咗 Synergy Man 嗰只serum 啦嚇，因為真真正正係多用途咯嚇，幾好，我幾中意。其實有噶，我諗最緊要盡量個成分係天然啲噶啦，冇乜防腐劑啊咁啦。咁同埋如果最好嘅話就係唔好有動物測試啦。我覺得而家科學昌明，使乜動物測試啊？係嘛？搽喺上面食得落口，咁咪最好咯。我喜歡洗完面之後，譬如一個禮拜一兩次啊，即係做少少磨砂啊咁啦，咁又搽翻啲薄薄地嘅防曬啊、保護啊咁啦。咁好似先至自己啲 compact 啦，好薄好清爽，搽咗之後出街又唔粒，咁咪最好咯。我就唔知整嘅，不過你話去片場咁，一定有專人幫你去知整噶嘛。我諗如果要帶一樣比較貼身啲嘅護膚品咧，我諗我會帶潤唇膏啦。譬如你翻國內啊，即係或者去美國啊，或者日本啊、韓國咁嘅啲地方。即係好乾燥啊！咁你依樣嘢好重要啦，即係保護嘴唇啦，係啦。